6月24号晚10点，天天向上将举办一场怀揣梦想的优秀少年们的大聚会。锤子舞推广大使王一博为大家带来锤子舞的正确打开方式。会朗诵、会书法、会篮球，唱跳俱佳的优质偶像蔡徐坤首次公开自己的小学作文，其中有一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在沙漠中，炎热像一个魔鬼占据了整个沙漠。你看这个形容，与天天兄弟们现场battle 微博文案，情话满分、技能满点的坤坤现场告白，宠粉力 max。对，这个我应该会选在晚上发，好，晚上发，我应该会说。睡前回顾了一下我的舞台，觉得唱给你，怎么这么多事儿啊？好官方，我想着你看吧。说好官方，人家不懂啥，他喜欢写实，写实，我已经说过了，很写实，很写实。别打扰人家，对啊，来，观众接着说，接着说，特别棒，来来来，那就舞台怎么着啊？睡前回顾了一下我的舞台，想跟那个说我官方的粉丝说。更有世界冠军 RNG 战队的逐梦少年们的综艺首秀，成为了灯光师、化妆师、导播们的团宠。因为我自己是不玩游戏，因为年纪比较大，就没有接触过这个。然后，但是我们听说节目组啊，包括我们台里很多人听说我们要请他们来啊，很多部门都疯狂了。对，这个司机主动要求接机，然后视频科、灯光科、化妆科纷纷求合影，同时都求合影。对对，然后各个科室的人都回应一下，是吗？是不是真的？灯光是不是灯光？你回应一下。他都已经哭了，激动的已经。哦，是的，是。闪了，闪了，闪了！大红光闪了，闪了，闪了。更多精彩请锁定收看本周日晚10点天天向上猛辣新闻，次日0点全网独播报道。